第四一位阿伯林金山将人我爱的大包袋，伊无共款的色水，做成粉红啊色、黄色甲彩色的篮，分送予厝边头尾，送出去的数量已经超过200外。但我今晚困物件唔得去很外，我就拍，也拍这个是原则，原则到50名，我就遐只这款到50名。阮老爸拍我，点咪想比大家看咧看咧。我即摆是讲到遐工吼，加减拍，加减捏，我拍送人就对袂啦。无成本的，即个民警即条速甲赶，即条有成本的，伊讲拢无成本的，即种人去要送我的。林金山平常时唔呐做手工拿，连椅啊也是伊家己编的，甚至是咧困的枕头也是伊家己用塑胶工做的。哦，咱的白碟，人个土啊塑胶碟，塑胶碟做的，然后塑胶工，即人个塑胶工。我行个边路，也得个做淤泥，得个经出来。过咱头壳转无就无咧，咱就按摩咧。哦，比起好行较好啦，困只比好行较好。我咯阿公讲解听，解听我就讲蒙做困吧，也困了就全好啊。当初只是无代志做，希望做一挂手工活化头脑，这件代志两件也非常赞成。伊讲几间拍咧，甲袂戆伊啊，我惊戆伊啊，惊戆就。厉害咯，对唔？人生伊个人生多伊个时间啊，啊，有人较袂无聊啊，哎呀，啊，伊就算安尼变个对吼，伊个精神嘛较会好。咱做起来，别人算减掉本事，别人要用得有。人外的大包袋通常拢单调变成本色，不过经过林金山手中的大包袋是变成一卡卡环保实用的篮。林金山表示，未来只要有人送伊大包袋，伊的手工篮都会继续做落去。记者吴永平采访报道。